蒙特利尔市被誉为北美最具风情的城市。有人说，最能体现蒙特利尔市井味道的，要算是纵横交错的老式住宅。尽管时代变迁，但是这些老式住宅区仍是蒙特利尔人引以为傲的城市象征。这些两三层的民宅虽然在设计上各有千秋，却无一例外的全部在建筑的正面外挂铸铁楼梯。站在街道的一端望去，这些楼梯沿马路两侧一字排开，或笔直而下庄重稳妥，或蜿蜒曲折婀娜多姿。与老式住宅形成反差的是这些积木住宅。身边的这个建筑非常的特别，它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是1967年居所。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设计它的时候呢，是配合这个1967年的世界博览会。那它的这个设计师呢，是一位非常年轻的设计师，叫 Safi。 这个呢，是他当时23岁的一个设计作品。我们仔细的看呢，会觉得整个的建筑非常特别，因为每一个小房子都是独立而成型的。那似乎看上去又是互相粘连在一起。那这位年轻的设计师呢，他还设计了加拿大渥太华非常著名的国家艺术馆，还有市政厅。由于这个每一个房间都比较小，而且它的建筑成本比较低，所以当时他设计的主要目的是为穷人居住的。那后来呢，这个整个独特这种建筑，这个名气非常的大，许多人都是慕名了到这儿来享受一下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所以现在这个房子租金是非常贵的。用设计者的话来说，就是要保证每个家庭在现代城市人口高度密集的条件下生活得更舒适一些。这些建筑由354种标准构件构成，这些构件全部在工厂预制装配，然后在施工现场进行吊装和组合。这里已建成的积木住宅有158套，高有12层。